谁想破坏这规矩，哼，就冲老虎来。是我们是好有气魄，技不如人。老师放开，就取消你们的参与。米迦，调整好状，再有违规参赛资格。继续比赛，贝贝，对战弥赛开始。个人淘汰赛第三场，米迦，你对手毫无招架之力。人一上来就火力全开，打！日月这边不对，水无可敌，敌不成功。这边利用巧妙的步伐全躲掉了。东西本事怎么这么灵活？勇敢一点！我靠！子母摧毁触发是霰弹混导炮，看你还怎么躲！一无所知。你对唐门绝学一无啊？雕虫小技。拿来。怎么去毒？睡了一天吧。贝贝获胜。毒？毒是什么？史莱克学院。放心。啊。小萌，魂师的克星。哼，老师放。你的能力是他们接下来就看你了。开始。我绝不会让史莱克得意下去，让手下留情。终于出手了。比赛。请协助日月战队未出场的最后一人。灵蝉之蝶，他这是小心！什么魂？朱槿冰蝉武魂。属雷霆龙头，到了！猛虎，下一个，侯晨获胜。朱晴冰蝉，我来。可怕的剧毒，是一种剧毒魂兽，一眼却是火属性。刀缠成一处极为通体冰属性，双寒热相交。不是只有他。顶级囚狼，冰武魂也有冰水系。唐门擅长用毒，我的武到我了。冰中挡夺，日月战队孟红尘分桌平了，正是我所擅长的。获胜。孟红尘这么快就把比武魂师，怎能容许日月帝国的弱？先帝是否能战胜那名海天，在星罗国都城？你看耀恒是的，伤敌一千，你不担心吗？这道路上必须经历自损八百。这是。Yeah!
线都是六级魂。但学长也不能完全躲开，要怎么行呢？白狐精，集魂到期，而且都带他们红尘的毒啊！魔神鞭，无极功夫和白虎的强横体质硬扛。戴学长只能凭借三大魂，暂缓毒气蔓延。待找到接近六魂，给了机会，一击之敌。你已经是强弩。沉默，白虎流星雨。魂导器瞬移之境，魂导器都拿出来了，破空了，是六级日月战队连造价不菲的空间型魂导。赢定了，这是万年魂境，威力足以绞杀魂帝。结束了，这个六级魂导器结合出来的技能，绝对防御。魔力红心炼狱，魂骨技能，他还藏着一口魂骨没用，魂骨只能抵挡一时。他已没有魂力，再瞬移躲呀！白狐破灭，我认输。待你听清。我中毒了，头很晕。刚才说什么？真是怪！你太阳横过胜，如此强横，没想到戴耀恒体质就交给你了。原本以为小棒有一口人，队长，在他纪念上史莱克射一支，现在。是闹钟，很好。个人淘汰战，日月战队放弃个人战之战。战斗魂大战决赛第二轮，直接进入223之前大陆高级魂师学院之战。这个皇家魂导师学院弃权，总比分双方都进行第三轮223，史莱克学院获胜，1-0。十分钟后认输，进入223之战。被他看穿了，不战做个人战，逆转可能性不大，所以主动。日月战队强团输给我们两分的情况下，逆转史莱克都与我们在人数上处于日月。却还有完整的预备，无论人数还是队员修为，绝对劣势。预备对阵这一场就能稳操胜负，日月有巨大差。按照223无人可用，我们只需赢下史莱克那边只剩五人般的赛事。第三场，这是223之战。回去，古龙、夏风一战定乾坤。是。入场，快开始。第一场你们上。是。双方队员入场，让你以为对战不是个人淘汰赛，没想到狂妄的丫头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居然只有你和宇航王中三人，两名魂导师，其中实在是实际我们能出战的，还有六级魂导师的队长马文龙，笑笑和太婆的伤都没痊愈，再来接我。两大学院队长之间的不敌了，我们还有一线机会，那么基本宣布总决赛巅峰对决。输了，输了，火力全开。小风，给我争取时间。没问题。六级魂导器，刘思雨，
龙和黑暗两种属性，武魂的传承和特点。魂道器是专门为敌为黑暗。哦，火箭！这件魂顶罪一端。不准！为你准备的。道器。觉醒吧。什么魂道？神探之剑！暴露马小刀体内的邪魂引发出来。那些魂道器能把马小刀……好了！令对方魂力属性变化。不好！马小桃的心，神探之剑入敌人的魂力之中，结果是不能够与黑暗之力融入，必将受到审判之剑。黑暗光明属性审判对手，武魂中的黑暗已经被勾起，同时再以剑身强大的光剑的制裁。这样下去会沦为邪魂师的，马小桃会被邪火吞噬。撤！裁判，我们认得陈老师，在这里等下。绝不能！我是史莱克的队长，肩负史莱克的荣耀。审判！审判！真相！狗屁的审判！我现在就试试。也曾经诞生神奇的邪魂，老娘不服！我不，你们还是不够了解火凤凰。我能审判我的力量。哼！血缘的。八级魂斗气爆，全力反扑，可你不要。孩子们，你们已经做的日月仙术一局第二场足够好了。二十三之战，好，连小桃都受了他们暗算，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们不能浪费小桃姐的牺牲。你们还很年轻。老师，我们要战。因为人数不足，无论最终是都是史莱克的骄傲。胜负如何？你们去吧，孩子们。不足，二二三之战，宇浩和王东这一战也是终战，我们只能打一场，既是决战，